神奇材料，然后这边有一个是 No smoking，禁止吸烟。商业，这好像有什么剪刀，可是他拿不到。现在总算有一种进入游戏的感觉，前面好像都还乱的一样。可以插卡片进去，这个吗？是什么模型啊？啊，下脚，磨刀石可以拿来磨东西。蚕宝宝，吃完就会吐丝，很漫长。有什么方法可以快点吐丝？不是吧？加速键真的加速了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啥鬼啦？哦，它可以这样子轮流一直用，是不是？是钥匙，黄色的是钥匙，那是可以用在底下的。那这太闹了吧！都可以用在这里啊，麻醉药，绿色卡片。先看一楼这边的，又有个黄色、红色卡片。铁棍，你要把它磨成那个吗？绣花针，铁杵磨成绣花针。来吧，我们来磨看看。是真的能够如传说中的那一般把它磨成绣花针，然后可以用来磨柱子。他真的在磨，而且真的把它磨成针了，这太溜了吧！镊子，哦吼，那如果是红色的呢？显卡，我要显卡上装。先用镊子，先用镊子，受不了。现在干嘛？白痴，竟然连针都穿不过去！噔噔噔噔，先收集色卡。色卡不是只有四个颜色而已吗？它不就这四个颜色吗？刚刚看那个这个资料库上面写说它是只有四个颜色，对啊。性感手枪，扩音器能把开枪声音放大。哦，等一下，那应该是。大声枪，然后再把大声枪，大声枪，把大声枪开在这个，砰，把它震破了。噔噔，我拿到针筒了。那针筒的话，再用麻醉这样合在一起，它就变麻醉电梯，我又想点，可是他点他都说话哦，在这里啦。哦，通往幸福之门开启，这是穿越了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回到古代了。小兄弟，请问你是来学艺的吗？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进来的，来这里的都是来学艺的，不是请回吧？我来学艺的，果然是来学艺的。我叫伊森，这里的医学至尊，会教我取出子弹的手术。OK，no problem。这就是手术过程，第一个是这样，直接灌他，这好像哪里怪怪的吧？你好棒，你超六了，这就是手术过程，一定要谨记，步骤错会很危险。倒下消毒酒精，注射麻醉，手术刀、镊子、针线、绷带绑起来。忘记可以到房子里看看。Do you understand？最后送你这一个手术刀，送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好好帮助人，告辞，真是个好人。千斤顶啊，找到了，在这啦。
这个也太闹事了吧？哦，在这。好，剪刀，可以把衣服剪下来做绷带，好时尚哦！这一个666，哎，那个显卡是来干嘛？显卡跟那个到底来干嘛的？来乱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存档，接下来就是治疗的时候了。啊，大腿，都拿来，都拿来了，会弄吗？当然会，德高人指点，医术相当了得了。不用担心，一切包在我身上吧。为什么？等下，为什么这要露一个圈圈？轻一点，这画面，你鼻血都流出来了，你可不可以烂？你可以再烂一点。那你现在干嘛？蹦！不知道自己说什么，完全自己智力出问题。真的可以耶！我记得，不要再拿枪。那如果我如果让他失血过多会怎么样？好痛！哎呦，会有叫声呢，不然弄痛你。这个姿势让人无法专心。看，等一下，他直接喷了那么多。哦，他本身他就有时效限制，你看他自己会下降。我现在也知道哎，不知。看，你可以再弱一点，鼻血狂喷，内裤，没错，是内裤。活了那么久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如此高清真实的少女内裤，人类这一道风景看过最美的东西。应该要珍惜手术，为什么？我的鼻子一直流鼻血出来。最近天气太干燥吗？好像有点头晕。我失血过多，好像废物。死而无憾的时光，我还是觉得刚拿枪比较好笑。刚拿枪那个比较好笑，我觉得。这个我反正觉得还好，喷血喷光而已。然后再来是用麻醉，然后再来手术刀，看我刀法，把伤口切开，拿镊子把它取出来，完美，子弹取出来，然后没有没有，要封起来，要封起来，然后再来大功告成，人心人术，谢谢大家，手术完成。太佩服我自己了，完成了吗？是的，十分顺利完成，子弹也取出来了，血也喷光啊！谢谢，谢谢你救我。可是不对啊，他们是大概早上的时候被追杀，然后一路一直逃，逃到后来冲下去受伤。那个时候中弹的话，那他中间有昏迷耶，他怎么会昏那么久都没事啊？